Dota 2 teams and eSport fans. 我谨代表上海市政府和2400万上海市民对Valve选择上海作为明年 Dota 2总决赛的举办地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上海将对举办此次赛事给予全力支持。我现在就在上海浦东的世博园区。2019年的 Dota 2总决赛就即将在我身后的 Mercedes-Benz 文化中心举办。明年，让我们欢聚上海，共同期待精彩纷呈的 Dota 2 电竞盛会。 Dear friends, welcome to Shanghai TI9.